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妈妈再见。妈妈今天不在家，她叫我问一下家里的小猪啊。哇，小猪都能吃这么好的水果，连我都没有吃过嘞。我也来吃一下这个水果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呀。哎，把它打开。哎哇，这么好的水果，榴莲、山竹，还有这个像鸡腿一样的是什么样的水果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把这个水果给它切一切。我先来尝一下，忍不住了。嗯，好甜好甜了，真的好好吃呀。猪会吃榴莲吗？我会吃。包子们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水果吗？哇，这个还这么硬，我切都切不动，我的猪都饿得咕咕叫了。快给我吃，快点给我吃，我要吃水果。哎，不要叫了，快给吃。猪真好吃。我还要，我还要，我还要。哇，你这样吃我切都切不起。好好好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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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在一边玩一下嘛，你不要急，我已经切得很快了。手都快切冒烟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家的小猪可真难伺候。那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全部都给你。阿中午好像有点吃不下了。我吃饱了，吃饱了，还有一盆呢，你就在那吃吧。哎，电话来了，妈妈打电话来了。喂，妈妈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小猪，我已经给家里的那个水果喂给他吃了，他吃的好开心。